芊芊啊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、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嫩，太嫩。先加一些面粉，量多少呢？看感觉，大概这样子。然后吃个东西。先倒油。你说还没有这个好？真的哦。so good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这声音闻的心情好好。这声音闻的，这声音，这个表面有点上色之后啊。对，再敢再倒一点点下去。好，打开，旁边再淋上香油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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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刚感觉到它整块在移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歪起，歪起，好，很漂亮哎，裂开了，有没有很漂亮？这里有50个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再煮另外50个，好，继续。长青嘎，长青树 ，tree， 1小时100颗嘛，要开始喽，要开始喽，我开始喽，点喽，好，开始，开始，超好吃的。我厨艺真的很好。咻咻咻咻咻！给你们看一下中间的汁有多多。哎，我煮的很成功哎，哎，你不要对焦。然后那个皮呀、啊，其实煎起来脆脆的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，它外面脆脆的，里面就又喷汁，然后这样。50颗，4分钟。阿哥，长青树 ，tree， all the tree。不过阿哥旁边有嘎妹，我的旁边没有人帮我加油，可以帮我 key 个性感的女，哎，帮我 key 个苏志燮好了。一颗尖角自杀了。
你看这颜色有多漂亮，金银啊金银。最后两颗，哎呦，好像一个废了。吃完了，停止。吃完了，100颗煎饺，60分钟。阿嘎，60分钟，100颗水饺，还有铁牛，跟上师姐的脚步，不要再吃苦了。刚刚那个日本师傅，你这样人长得漂亮，厨艺又好，你看煮这个煎饺画面多漂亮啊！然后这个煎饺其实用这种方式，其实步骤又简单，然后吃起来又有别于我们一般吃的水饺，所以它咬下去的时候外皮非常的酥脆，里面又都是肉汁，大家有兴趣其实可以在家里试试看。哎，我来录结尾你嘞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就先这样子，拜拜，嘿。那日本师傅也真是的，他就是想要我的签名吗？挑战成功之后，哎呀，店员就是想要我的签名吗？成功100颗水饺成功就要签个名，我来写，我想一下啊。哎，人家发现我字很丑哎。好，字超丑的。OK， 有时候你也知道，上帝不会让你太公平，你知道的。800餃子チャレンジですね。ね。ね。餃子チャレンジですね。ですね。餃子チャレンジですね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是一直。